阿陳嘉欣咧，成朝都喺花園街度噶，係啊，知唔知道幾時可以完全解封呢？係啊，方建儀，而家暫時都係未能夠完成解封㗎，主要係由於唔係所有嘅住户已經係登記咗，只係得一半嘅住户係登記咗上咗樓嘅啫。不過並警方就估計啦，最快去到下晝2至3點咧，都可以完全解封㗎啦。咁到時住户係可以自由出入㗎。不過有住户就同我哋講，由於部分設施損毀都比較嚴重啊，所以暫時都唔會搬翻嚟住㗎啦。咁我哋報道係咁多先，先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。